人如果真正在道中，在学习的状态中，并由师父灌输，是否自然而然与弟子规相应，而且能远远地超越弟子规的水平，这个是对的啊。可是现在社会变了，这个你要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在从前，父母老师对于弟子的管教非常严肃啊，有体罚的啊。我们小时候常常挨打了，而学校老师罚跪呀，罚跪不是跪底下放两个砖头，就是跪砖头啊啊！我这个时代跪砖头没有了，我的老师那一代，李老师，李老师给我讲的，他从小在私塾念书的时候，犯过跪砖头，他跪过砖头，啊，所以那个罚的时候比我们这一代就重了。啊，父母老师惩罚你是爱你呀，是这种惩罚让你一生记住，不会再犯过失。啊，是成就你，帮助你呀，决定不放纵啊。啊，我念小学。这是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，抗战期间，大概是抗战第二年吧。啊，我在福建念小学，小学三年级。啊，有一天犯了过错了，被老师打手心，罚跪。啊，回去之后当然非常难过啊。啊，回去之后，父亲一问，怎么了？今天被老师罚了，啊，为什么被罚的？是有过失，是做错事情。我父亲第二天买了礼物到学校去送老师，啊，谢谢他的管教。以后怎么？我们被罚之后回家都不讲了，讲了，父亲又去送礼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变了，啊，现在父母对儿女确实溺爱啊。如果老师要是罚了这个他的儿女，第二天家长去按铃告状，到警察局告状的时候啊，侵犯人权，你说老师怎么能管教啊？美国有一些学校，我听说的是学校聘请老师，让学生对老师打分数，这个老师好不好，你们喜不喜欢他，不喜欢他，下一个学期就不聘请他了。所以老师必须讨好学生，哪能管教呢？啊，管教说大家反对，学校下一次不聘请你了。这是教育彻底失败了。啊，尊师重道没有了。所以我们从前父母对老师尊重，啊，管教我的小孩的时候一定感谢。啊，所以这个社会整个形态转变我们要晓得，那么我们自己也想成就，说老实话完全靠自己了啊，绝对不会有老师去管你，老师不愿意跟你结冤仇啊，你能不能成就与他不相干，师道没有了。从前不一样，从前老师负责人啊，师徒如父子啊，所以师生的关系跟父子没有两样啊。你说特别在这个礼里面讲的啊，你像丧礼啊，父母死了的时候守孝三年呢，老师死了的时候心丧三年，就是不戴孝不穿孝服啊，那种哀痛的时候跟父母没两样名称名，这非常明显啊，称你的名字，父母对儿女一生是叫名字的啊。小孩男孩到二十岁行冠礼，不能称名了，
女孩子16岁成年了，啊，行祭礼梳头了，不可以称名，称什么？称字。所以中国有名有字，啊，自己朋友送他一个号，以后称这个。只有父母称他的名，祖父母都称氏，称字。为什么？对他尊重啊，他成年了。啊，另外一个称名的是老师，老师跟父母一样，一生称你名。啊，你做官在皇帝面前，皇帝称你的字，对你尊重啊。如果皇帝称你名，你就有罪了。啊，那你就要判刑了。啊，所以在中国古礼上，你能看到啊，老师跟父母的地位完全相同啊。所以人是怎么教出来的？父母跟老师双方配合把这个小孩教好的。啊，师道跟孝道现在都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社会的动乱，啊，全世界的这个灾难，起来有自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啊，那在佛法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啊，啊，这么多的灾难，灾难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众业所感，啊，人心不善，言不善，行不善，所以才有这么多灾难发生。啊，科学家讲的是数据，啊，那在佛法讲的是因缘果，啊，科学家他研究的是缘，因他没找到，啊，灾难是果报嘛，啊，佛家讲的因啊，啊，这个因是。这个境随心转啊，啊，人心善良，风调雨顺，什么灾难都没有了。啊，所以《楞严经》上佛告诉我们，水灾是贪心，啊，贪难感得的时候就水灾。啊，尘秽是火灾，火山爆发。啊，这个气候的炎热，像现在的时候，这个全球的暖化。这是陈陈慧呀，这大家不相信啊，我们了解清清楚楚啊，风灾是愚痴啊，傲慢啊，共高傲慢是地震，通通都有感应的 所以怎么样化解灾难？佛讲的很简单，熄灭贪嗔痴，勤修戒定慧，灾难就那个因没有了啊！你今天说这个话，人家会笑你，啊，你迷信。你说有什么法子？他整个世界毁灭了，他也不会觉悟啊。可是宗教人士比较容易觉悟啊，其他宗教也不例外啊。所以我们只有祈求中宗教觉悟。这个宗教人士啊，觉悟，我们要认真努力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来回向世界，回向一切苦难众生，帮助他们化解。你除这个之外，你还什么法子？啊，要忍辱，你帮他化解，他在旁边讽笑你，讽刺你说你是迷信。啊，我们真帮助他，他用什么？不知道不会感恩的啊，他还讽刺，开了找麻烦。可是我们觉得众生太可怜了啊，没有机会受到圣贤教育。我们受到圣贤教育，那就是李老师的教诲啊，要委曲求全啊，受尽一切折磨，还是要救出苦难众生啊。为什么呢？他太可怜了啊，那他不能回报的时候，他才无知啊，是正常现象啊。他要知道回报的话的时候，世界不会有灾难的啊。所以这个道理很深的啊。所以这个今天啊，这个求圣贤的这个道理啊，认真修行，比过去啊那些修行人
所忍受的苦难的时候，要加重很多倍。但是要晓得，加重很多倍，成就也会超越古人。这个是一定道理。为什么呢？你经得起严重的考验。